那你原你刚才红了嘞？他刚才红了。他在那边坐，你坐啊。你还有点是不是？我已经跟。那你刚刚不是已经有拿过红色？他刚刚找不到粘土，好紧张哦，爸爸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把我把粘土拿走啊。你刚说啊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啊？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有点紧张，对不对？紧张。你看，再给你一点红的，那你去跟你原来那个红的合在一起。啊，那边有收费。你把它收。还有呢。什么东西？还叫你放到洞里面去。等一下我要把它放好啊。